各位维新圣教二三期师训班的同修，我们合掌恭念开经偈：易经心法妙难闻，易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，愿此功德皆回。南无回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南无回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啊，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二三期师训班的贤士同修，啊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吉凶祸福各自修行。回顾在九二一的时候，啊，那时候呢，他罹难了2976位的罹难者。当然啦，各有业力，各有业报。善报恶报都是自己去造成了，啊，有时候天不从我也，啊，人力也难以去抗拒的，就是天灾。所以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，啊，对整个台湾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，但是一方面在想过来，啊，若是九二一这个灾难，上天的慈悲，他选在晚上，罹难的比较少；若是选在白天，那学生在教室所伤亡的罹难的会更多，啊，这个是让我们起了很多很多的省思的机会，也给我们要感恩。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，我们要及时修行啊。这在九二一大地震，我调查的结果，我们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没有一位受到伤亡，我就放下心来，啊，鼓励大家努力来做援助救灾的。啊，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，我们的专长呢，啊，就是易经和风水，用风水学来帮助重建，用易经与宗教来超度不幸罹难的我们的同胞。所以在九二一罹难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千楼禅堂，啊，在这里邀请了台湾佛教会理事长明定大和尚，我们带领了邀请了70几位的高僧戒德在这里，把所有罹难者的名单供上莲位，啊，在莲位要超度前，
我们务必要到各地各地超度亡灵，超度亡魂，还有修行者在现场啊，超度诵经，超度接引他们的魂回来千手禅堂这里受那祭拜供养，还有诵经来回向，到最后一天第七天呢，啊，我们就咽口施食。啊，我们文信圣教那时候第一届、二届、三届的同修，只有三届的同修，啊，大家呢分头开车子调查名单，然后到罹难者的家庭前面的那里呢，啊，引魂回来，啊，有的会回来。有的宝宝杯，比如台北博士的家，啊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啊，一个按照名字点香，啊，招请引魂，其中有两位。因为先把的宝宝杯跟我们回去先不是好不好，先把人卡杯，奇怪啊，所以才问他们当地的这些负责人李连长民意代表们，他们哦，这两位宗教不同，一个阿拉，一个阿文。啊，所以请他们，他们就不想来这里，要直接回天国去了。那也好。啊，在好多的地方，有宗教不同的，要引他们魂来这仙佛寺千手禅堂受纳祭拜供养和超度，啊，有的先包宝宝杯，啊，这是一个缘分的问题。我们都有一颗诚挚的心，诚敬的心，所以呢921的超度法会啊，啊，我们的法师们和我们的贤士同修一二三届的同修们，还有第四届那时候也有了，啊，都很慈悲的开着车子一起去接引。后来在法会第七天，啊，金刚上师三位金刚上师依教奉行，啊，来超度，啊，结果每一位都很圆满了啦。啊，接下来呢，一个很重要的灾祸重建。啊，学校我就向当时县政府县长彭白显县长向他报告说，学校的重建我愿意，啊，由维新圣教一间大学带领了500位啊同修的帮助重新以风水学来设计，啊，然后规划，
县长非常的有智慧，他就赞同我的建议，加上教育部前部长呢，啊，吴清基部长呢，啊，他的鼓励，啊，勉励呢，啊，就帮学校重建、规划设计，啊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各灾区、各学校的，啊，去调查、量方向、啊，量工位、啊，做图设计、规划，看哪里有问题，啊，设计依照风水学重新设计、重新规划，交由的建筑师或是一些协建单位呢，啊，来依照风水学建筑。啊，后来我们努力的结果有99间，啊，给我们服务，123间学校呢，啊，其他就有24间的学校没有接受我们的好意。建议啊，因为布施邪见的啊，这个大菩萨们他们的宗教素养不同啊，宗教修养的方向不一样啊，就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言啊，就各自依照建筑师设计了去盖。啊，我们也很感恩南投地区的乡亲们，也很感恩。在南投921之后，有123家的国民小学、国中、中学呢，啊，那都建设得很漂亮，也欢迎全国、世界各地的啊善知识们。有机会到台湾呢，南投的观光区有123个观光区，除了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啊庐山、大雪山之外呢，还有123所的中小学的校园可以参观，啊，所以。当我们校园依照风水学规划设计之后盖起来了，人进入学校来心很安定，学生也很安定啊，学生都很聪明，所以921之后南投国民小学中学的啊这个学生的素质啊大大的提升。因为一个好的学校，好的风水、地灵人杰，这个即是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各位师训贤士同修，你们、我们大家所要修行的功德天。若是各位同修，你们有兴趣啊，要啊这个。921学校灾祸重建这一本记录呢，由圆泉法师啊亲自去现场勘察之后所做成了一本书，很漂亮，好，啊，那个是华宝啊，你们呢啊需要的就可以到出版社去请，一本没多少，那你的几百块而已啊，我们大家依法不依人啊，啊，现在也不是在卖东西啦。啊，那有形的建筑一定会影响着无形的思想，还有灵魂界，灵魂界的啊这些朋友们，
在这一节要各位讲解超度亡魂，好，往生净土。啊，超度亡魂。啊，人一旦紧急罹难了，心里都没有准备的，呜呼哀哉。啊，我们心里很疼。好啦，我爸爸妈妈，我们住在乡下房子嘛。啊，我妈妈呢，她稍微小中风。但是地震那一天晚上，我爸爸啊，这身体还可以，让妈妈背着出来，走出门刚一步，房子就倒下去了。哦，这个呢，真的感谢王禅老祖师尊、诸佛菩萨的护佑。人虽然迟早要走，但是要走的有庄严。有尊严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我家里我很感恩啊。我那时候九二一之后，更让我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好好将老祖传的道传给大家，弘法利生。在九二一的时候，我们一位信徒在九分二三之前呢，他有时间就到宣佛寺来拜拜，姓苏。那一天晚上呢，啊，不知道怎么就搞了喜欢喝酒，喝了特别多，喝了很多呢，就没有回去山上，他就睡在北港村那边，啊，那个店名号。啊，对当呢，精神起来奇怪，他怎么睡在阁楼家？最后第二天，他发现说大地震，到山上要看他的家，他的家已经跑到对山去了。你看，哦，要好加在我拜老祖，无真正我之前死啊，嘛卡袂来得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呢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老师啊，师父啊，五百五波比啊，五百五波比，没有错。九二一的很多奇迹啊，凡是来拜老祖的，王禅老祖有念佛，那一天要发生前呢，都有一些不可思议、不可说的这个感应啊。”啊，所以又有一位我们的信徒，平常他都睡一楼，奇怪那天晚上呢，啊，他就睡到三楼去。三楼呢，他那个床啊比较硬，他就从二楼啊，床垫比较软的抬到三楼去。啊，睡在三楼，结果哗塌下来，三楼变一楼，他爬到三楼去睡觉，好像嗯奇怪醒起来了，啊，喊到出名头位大声细声打电话，才下来看，他出来，结果他一楼，三楼变一楼，哦，这个都是人。要有善良心、慈悲心以外，我们一定要自我修行，自求多福。那么至于亡魂的事情，你怎么超度？各位同修，我们在九二一啊，一些年轻人阿兵哥啊，到各地去救灾，把往生者抬出来。救出来或者抬出来啊，回来这些阿兵哥呢手脚发软，
头胀胀的，发烧，啊，医学再怎么医也没有效，啊，所以他爸爸妈妈带着来到圣佛寺，啊，我看一看这个爱超度，爱加持，这超度什么？超度某某某身上什么大地震啊，王者医护灵，王者医护灵啊，设一个连队来超度，哎，写好了，等一下小孩子投好了啊，清醒了，这什么？就是有医护灵，王者医护灵要超度求度啊，医护在人的身上。那么有的人说啊，那善事不可以做呢，我告诉各位，你不去做会医护的更严重，会更多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以为哎呀只有医学能解决，医学有的解决不了灵魂界的事情啊。有时候我们有法会的时候，比如这一次今年丙申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，若是有去参与救难，有参与协助啊灾区的，我鼓励你们可以来超度啊，身上医护灵，伤亡医护灵啊，给他们在你们社会里面都有缘，有缘吧啊，你就花一点小小的礼金供养法师，供养佛事嘛啊，来做连位来超度，这样你们也是一个功德天啊，仰仗超度，有直接的超度和间接的超度。直接超度你们就是用念经用诵经方式来祈求啊王禅老祖加持，将诵的经文、啊、来回向给身上罹难者医护灵啊，这样也是很有效啊。这是直接超度，间接的就是由自己来参加法会啊，把它受连累啊，这样也是会很圆满的啊。所以水陆法会到了啊，过界你们要超度身上有医护灵的，我鼓励你们不妨开始可以来报名超度，即是慈悲，也是功德无量啊。各位微信显示，各位显示同修十方善知识，修行的功德天与我们素食的功德天当然都是等号，但是啊，你的用修行的功德天可以跨越前世还有来生啊，世俗的功德天当下生的功德天都很重要，所以亡灵亡魂的超度啊，师父遵照老祖师尊传了那么多那么多妙法普传，我希望各位同修们妙法普传每一个人身上有一本，有时间你就多看，到时候你就会用得上，否则的话啊，你紧急了束手无策了，
还有很多的众生，你的亲戚朋友啊，当碰到什么问题你怎么办，真的束手无策啊。所以在亡魂的问题，在这一次台南2006啊的这个大地震，总共伤亡了115条的人命啊，各界都在为他们超度和祈福，包括天主教、基督教的也都在一起为他们祈福啊，我们非常佩服啊。那这个区域发生在台南圆信法师的管区之内，所以圆信法师很慈悲的啊，就关怀啊，刚好他去看的时候啊，一家公司维新工程啊，他才奇怪师傅什么时候成立维新工程公司，他照相照起来维新工程啊，那老祖也到了啦啊，这最早到了维新工程公司帮忙救难拆除等工作，我们很佩服啊。祈愿王禅老祖出征啊，啊慈悲的龙天护法慈悲加持维新工程公司呢，今后事业更顺利，赚更多的钱。那么这一次的超度，各界都有超度啊，可惜呀、啊，啊，有的各自因缘不同，所以在礼拜二的时候，我们一位19届的师姐啊，她好像一两年没有读了啦，啊，她也很慈悲的去参与救难协助啊，尤其为一些往生者负责点香来供养，来安魂立魄。但是还没有完呢、啊、我们师姐身上整个都变冰的，弄冰哎啊，花冷送到啊医院，大医院呢啊，医生呢跟他宣布肾衰竭啊，准备死哦，那时候很伤心啊，很紧张又不安，就去找圆信法师啊。圆信法师呢也很慈悲的啊，为他加持，结果加持了就跑到圆信法师身上来哦，那怎么办啊？才想到哎呀，用天德洗，老祖给各分支道场一个天德洗，天德洗也行故中软软哎，啊，帮他的加持赶一赶来，稍微稳下来一点点，那就赶快请他们回到医院等待礼拜三师父会到台南道场。我到台南道场差不多5点左右，我们这月师姐呢，过了一下子5点多呢，就由老公带着到台南道场来圆信法师的办公室里面。我看他对我们这一位师姐整个脸都黑黑的，身上都黑黑的，那种气啊，我一看哎呀，我他手给我握握手，手把他接了，整个手都起疮哎，颧骨都起疮。好、哦、啦，我们那师姐汪丽泉做起床，对，背骨都起的长了，降的长，那就是倒塌下来，人被东西刺了，被压了，被砖块压了，钢筋压了，那个痛苦痛死了啦！你看王哲这么可怜，啊，也一直在求渡。啊，整个身上都冰的，好像抱一个冰块出来一样，
迄个就是亡灵，在医护身上，啊，他们现在都睡在冰箱里面，啊，所以他们的魂呢、啊、就很可怜了。一看到好多100多位的关在后面，那这些呢，我不好意思跟年轻法师说，这100多位会在你办公室里面。好，我们要为他超度。哦，所以我就手跟他握着不能放，一直跟他谈，跟这些王者跟他们谈。啊，谈了，他们在这个妄念里面还放不下，很难过嘛。每个人都一样，若是我也是一样啊。那老祖啊，喊了，我就用梵语告诉他，直接进入最原始的灵性的根源，跟他们谈，一直谈，一直讲，开示。啊，开示了之后呢，啊，就有点答应，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去。我说我们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，啊，有水陆大法会，有80几位的高僧戒德来诵经昏七坛一首，来超度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有1250万部的经宝，啊，功德来分享回向给你们，啊，回归蓝天净土，然后转生西方极乐净土，各自成就。啊，我说，啊，我能为你们做，啊，你们就马上赶快下来。啊，就开始有点，哦，答应了。啊，我说好，那请你圆信法师礼拜四早上把这个名单传到宣佛寺来。啊，那一天傍晚上课前，先奉送100多位的亡魂怨灵。啊，先回仙佛寺来，但是仙佛寺来，我怎么带他们回来啊？又不能坐高铁，高铁一坐又不下来，那怎么办？我开车是，他们开车坐一个车子坐4个人，那怎么坐100多位？好了，我就请示王禅老祖。好，王禅老祖师尊开示，当下这一位我们的师姐女菩萨带着他们来，他们在身上整个在身上占得满满的，所以也就冰火呢。那老祖就开始要用寿金，寿金啊，几句啊，霍金土地公金接引魂的马吉吉啊，四方金都是兵将的马吉吉啊，然后银爪马吉吉啊，重叠的交叉的两魂，好，两魂，两魂，啊，左脚、右脚给他踩的，那就是莲台，妙莲台。马是灰毛毯，也不是魔毯，啊，给他站着，开始就又给他们加持，啊，加持呢，告诉他，你现在
坐着站着八卦天心妙莲台，这个即是八卦天心台。好，八卦天心妙莲台呢，好能够端坐莲台，回到禅机山仙佛寺，一起奉送你们到禅机山仙佛寺，好不好？就点头了。啊，点头，你那要退下来。那圆信法师在旁边，我你要注意哦。还这边提啊，一个鬼火怎么响了呀？灵体在身上，好、哦，这当然很有利。一旦灵啊，体亡魂退了，人就鬼火愣了呀。啊、哦，我跟你讲嘞，他们要退了，老祖龙天护法要接他们回到总本山修佛寺来参加水陆法会。所以讲了还不到半分钟，哇，给他揪了呀，狼弄了呀，退了两个拿起来点三支香插着，给他哈三口气，左边三口气，右三口气，就把你内部的浊气、怨魂的怨气等全部化在八卦天心妙莲台的金钻。合作叫他到大殿谢谢老祖，啊，那我谢谢天公，然后到台南道场，啊，前面空地旁边这里，好、啊，把它化起的话，明落金炭，金炭呢，烧一金炭呢，就是说全部要，这个收纳的，好、啊、会计。收进来再花出去，念的念排念，还有程序，还有签订，这样发的，那就给他们当下每个人就八卦天心台可以做。啊，画看三分之二而已，那是哇画好啊，弄精神起来，哎，奇怪的。这几天病到这样子呢，那就疼你，为什么现在全部恢复起来，我体温什么都正常了，这就是超度的功德天啊，功德力。啊，所以第二天礼拜四我一大早上来仙佛寺，一大早我还来前呢，仙佛寺下大雨，头发淡淡淡，我有安尼因来啊，就在这里等我，啊，等到水陆法会，我们也会在内坛为他们超度，七坛一所都会为他们超度。那么有的人会说，那么多法师啊，各宗教都为他们超度，没有效吗？不是没有效，啊，这个构筑因缘，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。啊，超度亡魂，有的也不一定要用什么方式，孔孔锵呢，不一定。啊，就有如我们传给各位的，狼出货了，不醒起来，你要到现场去修魂灯，哎，按他修，用衣服拿着，在当地的地方，啊，在当地地方。他的看他的魂发生车祸的地方，他的魂在哪里？啊，在哪一个方向？你也不知道，看也看不到啊。那怎么办？你要用意，用意。天机。比如说，他要是超度沾某某。亡魂何处？什么所在？哈，那是火，水未济，火水未济。他的魂在哪里？
寅辰午酉未己四爻，五火兄弟爻。啊，这个父母爻，这是用神、元神。你要看元神方，问他的魂在哪里，要看元神方在哪里，就是在当地的引方，引方东北方啊，东北东的角落啊，等于说啊，我们一个罗盘方向量起来，是不是艮寅发生的地点在这里，你就往左方引方啊，用罗盘啊现场量一下引方，去那边阴魂啊，将这些魂阴间的魂，那就可以啊，寥寥分明的啊，依照师父传的话啊，一壶拿着点三炷香啊，在现场，在这个方向着引方，向着引方来啊，然后点香祈求王禅老祖做主啊，本地城隍牵引啊，本境土地公帮忙啊，某某某因为不幸在这里魂魄走丢了，车祸走丢了，我知道用意卜卦在哪一这个方位，元神在这里，所以请王禅老祖慈悲加持啊，城隍接引，土地公啊，请你帮忙啊，然后再说某某某那是救魂啊，某某某啊，你的身体现在在哪里啊，现在一壶这里，我带你回去后联系你，一直叫一直叫叫叫蒙家的魂的名，王子的名啊，那么香掉了一点跌倒啊，跌倒嘞啊，而且你要压几个乌合山黑的雨伞啊，黑雨伞呢啊，你站在呢敢救伊魂啊，你要注意个注意看，香原来在上面直直去哩啊，香它就会走斜的，一开始都还斜的，黑标示他的魂已经进来窝山了的，在衣服，然后给它包起来，就把它包起来，啊，火山又来，啊，这个香呢，拿出来我好，你怎包的火山去烧掉的？头脑还较清醒呢，你莫弄掉的。父母应当还给我回收处，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啊，就这样来啊，搬回来，然后上车。你看某某人现在要上车了，现在走到哪里了？走那些，走到哪里？你的身体在哪里？啊，魂赶快回去你合一呀、啊！啊，那么你就把啥提回去？啊，那火山啊，包呢，啊香呢，鬼就算了啦，好、啊，那也不必再点啦，啊那然后到医院，火山呢夹入去，把沙包在火山里底，然后到医院里面，啊身体上火山只要拍开，沙贴嘞个夹嘞，魂都得来啊，啊那简单不？不能加工啊！就我们书信处的书信班的未来的讲师、法师，都必须要懂得按着走。我们好多同修师兄啊，教他这么做，帮过好多的人。你得先到口口口口腔啊，你不要那腔，腔都别腔啊！哦，那老祖传妙法，
依教奉行。那么你要帮忙朋友做这件事情，你最好送一部《天德经》，求老祖什么时候要去接引这个混蛋来啊，你送一部《天德经》，然后呢你就可以来安住，你就可以有无上的功德天与功德力了啦。所以超度亡魂往生净土，我们妙法普传，不同因缘老祖传很多啊，你们也一定要，既然来读书信班哦，你们就要知一切法啊，自己多读多看，到时候呢不用你都用有了呢。所以超度亡魂的事情还很多，是多得不得了啊。刚才我说的十九届我们这师姐呢啊，登医院呢啊，医生说我要退班啊，我把我的床位啊病床让给人有需要的人啊，医生开个玩笑说啊，病床安排是我的事情，不是你安排的那他就准备出院了啊，现在就好起来了。所以人记住，第三者的世界在身上的时候，你怎么来处理？所以人师父传了那么多法，你们都可以以一引二引三以物引物，即可超度亡魂往生净土，功德无量啊！祝福各位。本段节目由许富如贤士赞助。